免费开班教学，明日明星追随维园奇女子自创神效养生功。铜锣湾维园每逢周日早上，有过百人跟住一名女子做体操，佢哋除咗会咬手扭腰拧颈之外，更加会挥拳大喊，甚至乎会瞪大眼，奋力发出嘘声，动作千奇百怪。原来领操嘅女子自创咗一套养生功，近年喺维园同埋爱秩序湾公园免费教人，因为唔少患有顽疾嘅学员喺操练之后病情好转，所以吸引包括名人、明星等越嚟越多人追随。欲知更多内容，请睇新一期《东周刊》。